位投资朋友，打给后，那很高兴今天又来到了周末了哈。那我想呢，今天当然受到美股的影响哦，所以今天当然顺势的是有拉回。那当然，其实这两天包括美国，包括我们啊，这个拉回，我相信这个其实可能很多人也是觉得说理所应当的嘛，你不觉得吗？哦，这个 NVIDIA 公布了大力多以后，那当然，所以这个也没什么好惊讶的。哦，我倒是觉得，就是说，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尤其在昨天一开盘那种所谓的那种放烟火的那种量滚量啊，可能很多人也觉得该卖一趟。哦，那当然拉回来了以后非常重要了。就像我陈老师我在之前跟你提到过的，八大行库、国安基金，还有包括投信、自营商的这些门神，哦。一定会再买上去的。那当然在哪个点会买上去非常重要、哦、所以我今天陈老师呢，这个是我个人今天在 QR Code 里面，你一定要进来扫 哦，这我个人在今天 QR Code 里面我给大家的最新的内部消息，八大行库还有包括政府这些卸任的这些财长在自营商投信里面当这个啊，当这个重要的负责人啊，都是董事长哦，这些门神哦，这个听讲啊，听讲这个计小，这个地方啊，下面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底线。我这样讲，你们一点懂哦？我前两天不是告诉你吗？他们一定会趁 NVIDIA 这个利多，有没有？我前两天不是有跟你讲八大行库投信自营商哦，现在投信自营商大部分都是政府的人啊，你不用去想太多，因为我就已经跟你讲台湾的这种所谓的政治文化嘛，那基本上来说的话，现任的就是他就负责八大行库、国安基金、劳退啊，这都几千亿在买的。那像这个投信自营商还有包括很多银行的券商、投信自营商，这些都是卸任的财长在里面当门神，哦，都是卸任的财长在里面当门神，当所谓的哦，当这个所谓的董事长啊，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这几乎除了外资之外，几乎所有的怎么样都是政府旗下的人，哦，所以你不要认为投信自营商是什么私人的，不会，因为这些啊。咱建户的是，你比如说你财政部长卸任了，你经济部长卸任了，你经济部次长卸任了，你财政部次长卸任了，或者是你金管会主委卸任的，所以你去查一查，几乎在台湾所有的银行体系里面，所有的金融体系里面，包括国内的投信，包括国内的自营商，这些董事长、总经理，你去查一查，几乎都是这一些门神，几乎都是门神。所以整个加起来的话，这个几乎有上兆的资金，所以我已经跟你提到过，像昨天那样子的一开盘大量，他们一定会先调节一点的，这我早就跟你讲过了，有没有？所以昨天一开盘的大量一定会先调节一点，但是接下来这些门神，陈老师最新听人说，今天给你的这个价位是他们的底线，广达、技嘉、伟创，广达、技嘉、伟创这个价位是他们的底线，我这样讲你懂吗？但是最重要的，这一波再拉上来的话，这个价位你要再出一点哦。接下来这个价位再出一点，所以今天在我的 QR Code 里面 ，QR Code 里面你要进来扫，我把这个价位直接放在 QR Code 里面。哦，今天这一份资料，那个你拿到之后，尽量就不要跟人家讲，哦，你免得给我带来麻烦。免得给我带来麻烦呢、哦、所以我前两天我讲的准嘛，对不对？我说一定会趁 NVIDIA 黄仁勋的股票大涨的时候，国安基金、劳退基金、八大行库，要不然怎么会有卖压？如果你说现在很多人在怪那当冲啊、哦、你不要在那边鬼扯了，当冲哪有那个力量？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一定是这个最主要，这个上兆，这个几乎都是政府在掌控的，包括投信自营商，这个都是政府下来的，以前的财政部长，以前的金管会主委，以前的什么啊，老婆小孩什么的，乱七八糟，全部都在里面当门神。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这一整块有没有八大行库啊？我是没有写国安金啊，都一样，八大行库、国安金，这全部都是在买 AI， 全部都在买 AI。
所以我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我已经有讲过，这些股票它一定会趁着所谓的黄仁勋的利多，它一定会先调节一点，要不然它那个部位那么大，就像以前的航运三雄嘛。那当然未来来讲的话，它走的路线就会像航运三雄，那航运三雄刚下来又上去，又下来又上去，又下来又上去，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这个是我昨天哦，反正你就不要资料给人家，你不要把资料给人家，那它这是它的底线，底线你懂吗？我有的话就不要讲太多了，底线它不会再让它跌破这里了，等于是这三个股票它不会让它再跌破这里。那你比如包括音乐达，包括人保，包括光宝科、那个就是妹妹嘎嘎嘎啦，那一定还是跟着这几个最主要的，因为量最大、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底线这是它的底线，就底线就哪里，就这边它会接回来了，就这里它不会再让它破了。那当然你买一定要买在怎么样，买在怎么样，要跟它买一样啊。那但是它再上去，这个在广达技嘉，我说再上去要到哪里要卖，那你一定要尽量的在他们的这一些所谓的门神，所谓的这个八大行库投信自营商，在他们卖之前你一定要先走，你一定要先走。那这个东西一定是等着黄仁勋公布他有什么样的看法，那黄仁勋会公布他的所有的看法的时候，因为黄仁勋居然来台湾假臭豆腐，黄仁勋他来台湾吃臭豆腐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他半年后的业绩了。所以今天要请黄仁勋来台湾的话，这上无嘛爱一千万美金来假臭豆腐嘛，对不？夜市招招的啊，公公伟嘛，吼，公伟姐啊，可以跟张忠谋假借崩的，够崩汤加够鸡汤量，对不？啊，够啥？这个就是这样子搞的。所以基本上他们一定会，黄仁勋会在发布利多，所以在下一次黄仁勋在发布利多的时候，一定会在黄仁勋发布利多的时候，一定他们会慢慢的在调节，等到利多再出来，就等下一次黄仁勋他会在发布他新的 AI 的设备或者新的 AI 的 technology， 这个技术在出来的时候又要再卖一趟了。所以你现在目前来讲这两个价位非常重要哦，包括广达，包括技嘉，包括伟创，今天的 QR Code， 因为我这个资料不能给大家，你只能够进来我的 QR Code 进来扫、我的 QR Code 你有看到吗？你一定要进来扫。所以你有很大的资金的人、你要是有很大的资金的人，一定要记住这三支、你有没有听到老师有的老师在那边乱说、因为都是这些人，都是这个 AI， 就像之前航运三雄，因为他们一定是买那种量超级大，股本超级大，都是这些人在买的。所以有没有，我前两天就已经跟你讲过了嘛，他一定会正黄，就昨天黄仁勋哦 NVIDIA， 美国也是一样嘛，所以公布了利多，你看昨天早上放烟火，对不对？棒棒棒棒棒，大家也流进去，我觉得他们一定会调节，因为他们买在很低啊，他们这些股票买在二分之一的价位啊，那就跟那个当时的那个航运三雄一样嘛，那他现在他一定会慢慢的往上调，他现在只是先调一部分，他调不完的，所以他一定会再进去再拉的，会再拉的，好不好？你一定要靠他拉啦，这个小鹰的部队，好不好？你一定要靠他拉，那你不要去听有的老师在那边胡说八道，怎么看线？那基本上要再进去的话，这个是底线。所以今天这六个价位很重要，那就变成说你今天进去以后，你下一次要会卖哦，你下一次要会卖哦，你会进去，你不会卖也没用。你今天你会进去，你不会卖也没有用，你知道？你不会卖，你不会买不好啊。所以你什么时候要卖？什么时候要买？我给你的这个价位啊，咱卖公，咱给咱卖公，卖公吼，卖公啥？有消息无消息？我前两天就已经跟你讲了嘛，国安基金、劳退基金、八大行库、投信自营商，尤其是投信自营商，这个都是。现任政府卸任的那些财政部次长、金管会主委、副主委卸任的去当门神的、所以他们一定是怎么样，这个都所有一头拉股都就是政府了啦，所以你不要认为投信自营商不是政府的，因为这些都是在里面当董事长，都是以前卸任的这些财政部次长。所以为什么今天为什么权力这么重要，所以你看他现在卸任的官员很多都是到私人企业或者私人的大企业去当董事长、你看他林权不是吗？
你看丁克华不是吗？你看那个严庆章不是吗？你看很多很多都是啊。所以这些卸任的怎么样？卸任的他就是在这很多里面都是当董事长，都当董事长。所以投信跟自营商他们哪有什么自己的意见啊，他一定是跟八大行库跟政府一定是一起的嘛，这叫门神。有没有小朋友听不懂门神？门神怎么你不听不懂吗？门神你怎样？门神公下的喜安诺啊，门神就传达上亿啊，门神就来传达啊，你要买什么？所以这一波他们买的价位都很低哦，都比你还低。那现在这一波拉回来，我昨天在节目里面有告诉你，黄仁勋的利多，他们一定会先出，所以你不要去想为什么会跌，你也不要去研究基本面。航运三雄在最高的时候，不也讲会在未来会再好五年吗？所以很多人都看到未来 AI 会怎样 ，AI 怎样，你不要去想那些的。今天黄仁勋为什么要来台湾吃臭豆腐？你可以吃 gay 哦，吃一下炒掉，你可以爱吃哦。这些人都是几千亿、几兆的身价、啊，一来家跟你吃臭豆腐，就做 promo 嘛。对，那黄仁勋他当然知道，比如说他上前两天 NVIDIA 公布他的营收，公布他的季财报，公布他的什么财报，他来台湾他就一定知道了、啊，他就知道这个数据了嘛，他就知道这个 technology。对不对？那你今天说句实在话，你今天接下来一定黄仁勋会在公布财报的，会在公布新的技术了。我听说 AI 还有新的技术，那这个就是他下一次要卖的地方。那现在回来要怎么要接？这个很重要哦，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重要。还有跟你陈老师，我跟你讲的这个东西，你拉回来要很注意。我再讲一遍呢、啊，我当时啊。三四十块在讲的时候你也不理我啊，那我就跟你讲，你这一次再拉回来要注意一下。因为很多人说陈老师英邦怎么会回档，诶他再涨上去就被分盘了、欸、他那时候涨到600多650，他再上去就马上第二天，所以当然他知道啊，就先回了嘛。所以这个你要很注意啊，这要很注意。我这个基本上我在今天的 QR Code 里面我也有，我 QR Code 拉回来哪里买我也有，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最重要好不好？那陈老师，我之前跟你提到过的，有很多股票你要很注意的。像你看这个，不要再讲了，我都不想讲这个，现在一堆人都有，对不对？还有我以前跟你提到过的技高票啊，叫统茂，你可能你只知道稳茂啊，你不知道这个叫做统心之子。我之前有跟你提到过2434啊，这个未来啊，未来我跟你讲，会不会超越统心呢、啊？乘以三。你现在不会认为了，1.7亿的小股本。还有，今天我陈老师给大家一支非常重要的股票，非常重要的股票，你等着看好了。这一支股票，这是我们国家行政院国发会，我就讲到这里。行政院国发会，听得懂，听得懂，听不懂，听不懂。现在才30块而已，你有听得懂我的意思吼？我跟你讲，股票一定要政府要做多。哎，我不知道怎么讲啊，一定要政府，而且这个未来，我跟你讲，这个绝对是，我这边跟你，我今天跟你讲吼，这个未来啊，这几个字啊，你一定会来印证我讲的，行政院国发会大爆发。这一支股票健康第一，亚洲第一，你先把它记住4130。我讲的东西都有我的道理的。你说台湾的股票政府没有在里面，不止在里面，台湾的股票台积电也是一样，台积电政府没有买，台积电政府八大行库、国安基金、劳退基金、啊、还有这个投信自营商，台积电政府没有一支买，它会上去。那更遑论之前的航运三雄，更遑论现在的 AI。 政府这一只手，对不对？台湾你看看房价这八年下来，本来蔡英我们小英总统不是八年前说要让坐个面包车在选的时候说要让全台湾的年轻人都有房子住，你看这八年那房地产炒得多高、啊、还房子住嘞。
所以政府一个炒房，一个炒股，一个炒房，一个炒股，要不然他哪有钱，然后 再把这些钱再去买武器，然后来不能说贿赂美国人，我们是需要美国人帮助嘛。所以这个一定他政府他就是一定要用很要有很多钱，要有很多钱他才有办法去美国，跟美国，你以为美国人他没事对你民进党那么好，你以为黄仁勋没事会来台湾，这都要开钱的呢，啊，建物钱要怎么来？所以民进党做的也没错啊，国民党就不会啊，搞这个啊，你以为跟美国人吃几个饭他会要帮你吗？对，你以为黄仁勋他是自愿来的吗？他那么忙，而且他选的时间点又很特别，黄仁勋来台湾的时间点又那么特别，大家下卡都嘛买满啊。那你政府，你今天讲难听点，你今天政府不要不那个，你拿来的钱跟美国打交道，那美国不帮我们，那老共不把我们压死，所以民进党这样没有错啊。所以这八年来，你看炒房也是啊，那房子那个吓死人了，还年轻人有房住嘞，怎么房住啊？住什么房？八年前小英总统说，年轻人，我这八年干完一定让你们有房住，怎么可能？这八年来，你看他房价涨的，对，股票也飙，房价也飙，啊，你看逮了，为什么也一直落乱？习近平嘛，为什么习近平？哎，下卡你个冲康啊！难道大陆是真的不好吗？不是不好，是习近平个人的问题嘛。他为什么会让下下卡假模啊？下卡假模，你顶头你哪会好？这政治本来就这样，你下面每个人都，所以你看看，我就跟你讲，我们为什么厉害？没错啊，每个都安插的不一，每个都安插到不一，所以大家就能够有坦，大家做顶坦嘛。啊，你今天为什么大陆会下来？你今仔你习大大谈啊，下卡的人你甲冻起啊，对无？你也唔热啊，下卡的人全部死，啊是啥物停你？所以民进党是没很好啊，是很好啊。所以这盘你下来要买呢，你不要傻傻的一直在那边杀杀杀杀什么杀、啊？我跟你讲啊，这个以后啊，你光这几个字啊，我跟你讲，这以后啊。我今天给你这个吼4130，你把它放心。还有跟你讲国防，哎，我也是我跟你讲的东西，你就先记住了。九月之最，飞驰向上。国防啊，以后吼买武器要有很多设备哦。我就讲到这边就好，武器要很多设备哦，我就不要讲太多了啦。这一家公司，我跟你讲，是真正在国防里面真正的比那个汉翔、比宝一更大的受惠者。我现在讲你不会相信的，最大的受惠者。你以后看到这两个字哦，就是跟国防工业哦，最大的受惠者，还不是汉翔，还不是宝一。这个安慈，我跟你讲，这九月杯哦，飞驰向上哦。我陈老师有时候跟你讲的东西，你要放在心里面嘛。有一天飙上去了，陈老师啊，怎么益昌怎么计价偷啊？那时候谁要听我的？银邦30-40块，谁要听我的？没有人要听我的，好不好？所以今天这个东西一定要赶快哦。哦，还有我跟你讲的这个啊，很可怕哦。这个很可怕，这个我有时候跟你讲哦，麻烦你到 QR code 哦， QR code 进来的 QR code 里面，今天给大家最重要的 QR code 在这里哦，非常重要。你那个大户有没有？我今天欢迎大户来找我，你这大户哦要接哦。在接下来这一波里面，这些股票可能会到前次高点，
但是最重要的是在买卖点呢、啊。我在 QR Code 里面呢、啊，最重要 QR Code 你们看到，这个 QR Code 哈、哦，要扫哦 ，QR Code 在家来扫哈、哦，爱扫再哦，把它扫进去。那这所有的价位，全部六个价位，全部会在你的眼前，会在你的眼前。还有最重要的，我的 QR Code 里面还有这个银邦，银邦会涨到哪里？今天会在我的 QR Code 里面。银邦这一波拉回来，还是怕被分盘？记住我讲的，那它会涨到哪里？记住哦。我跟你不会讲技术分析啦，你要看技术分析，你就听那什么杜金龙。我不会跟你讲那个东西啦，好不好？啊，这个拉回来要注意哦，这个拉回来要注意哈、哦。啊，这个我会把这个价位，我建议放在 QR Code 里面，一定要进来扫哦。哎，我前两天不是跟你讲吗？他一定会趁黄仁勋，因为他太多了，好不好？他太多了，他就买在了二分之一的价位，他太多了。他昨天不丢一点，他怎么丢？那他会再往上，那再往上这一波，那又会量滚量了，还要再赚一波。哎，我讲你不相信，所以这几个价位哦，哎，你大户爱买呢，这几千万在赚呢，这有当下来赚几亿哦，所以赶快进来扫哦，这个 QR Code 哦。哦，进来扫有没有听到？这六个价位，那你到这边要卖呢？哎，你看家里爱卖哦，要不你在他后面卖，你要卖个屁啊！你要在他之前卖，你不要在他后面卖。哦，所以今天这个资料啊，你不要打电话进来哦 ，QR code 知道吗？我不收电话，因为你给他资料贴，给他转充。哦，只有 QR code， 只有 QR code 知道哈、哦？那我陈老师跟你提到的东西，就放在心里面了。有一天呢、啊，那今天这个资料保密，保密，政府权力哈、哦，权力哈、哦，勤政院国发会哦，我就公告安尼啦。那这个可能是未来会不断创新高的哦。哦，还有我跟你讲的这个东西，不是这个，这个统心啊。以后啊，在旁边凉快了，凉快啊，这放在心里面就好了。统茂哈、哦，放在心里面知道哈、哦。还有跟你提到过的东西，放在心里面。未来国防工业最大最大的受惠者，为什么？股本的问题啊。哦，讲话要听得懂。不要听不懂，好不好？那今天一定要进来找 QR Code， 好不好？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你还在看吗？333轻松付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你还在看吗？333轻松付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轻松付专线02-8511-3366，8511-3366。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也协助您实践梦想。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相信专线02-8511-3366，8511-3366，鼎业投顾。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各位投资朋友，很多人都说陈老师啊，这一波 AI 回档的时候，整理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股票会喷出去？哦，我陈老师只是讲一句话了，当然有。哦，趁这一波 AI 回档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股票会喷出去？哦，反正我跟你讲的东西啊，有一天啊，你就先放在心里面啊，不要讲太多了。啊，这个有的我们不好讲太多了，哦，那很多会喷出去的东西是你意想不到的。这一波 AI 大盘稍微震荡回档的过程当中，什么股票会喷出去？好好想一想，好好把握，谢谢。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